所有嘢都系由他婆开始嘅，佢系我好朋友啊，亦都系我好老师。不过我谂依家啲人啊，一定唔知佢系边个啦，都咁多年前咯。他婆同 Warren 1991年开咗第一间真真正正嘅滑板铺，叫 BFD， 佢系第一个将滑板、板仔文化、graffiti 文化同埋 hip hop 音乐真真正正带嚟香港。 我絕對認為佢係香港嘅第一個潮流教父。我諗佢一定唔中意潮流教父呢個名啦。佢成日都話：哇咁老土，搞咩父啊？因為他婆係一個好低調嘅人嚟嘅。當其時 BFD 嘅出現，咁啊影響到都幾多人㗎，軟硬啦。 好猛有一首歌叫《三分鐘放縱》，亦都係一班滑板仔喺個 MTV 裏面屙嚟跳嚟跳去啦。我啦，《城市獵人》嗰部電影裏面又係一扎板仔啦。咁啊，今日嘅十箍同埋我都係由嗰陣時演變出嚟嘅。十箍就係由我哋開始，而我哋就係由滑板開始。滑板係好神奇嘅一樣嘢。 我哋就係有同一個 sense， 同一樣嘢嘅感覺，對好多事物又好，對美嘅感覺又好，對個 lifestyle 都好，我哋唔使傾好多，唔使講好多，但係當大家都知道大家係玩過滑板或者中意滑板，好容易好投契，呢個唔係話普通人會有嘅一種生活嘅態度，最中意嘅嗜好。咁你攞住塊板四圍去玩嘅，其實都係。 街童啊，又或者俾人感覺係四圍碌啊、攜仔啊咁樣。
我的入行的經歷就是又是踩滑板，被我第一部電影的導演陳果找到，由一個普通人變成一個電影的演員，正改變了我的人生。最開頭的時候真是一個玩意，我們覺得是小朋友的時候玩的一個運動，可以這樣說。但是當我們一路玩下去的時候，發現到滑板給我們的很多不同的啟發，因為滑板是一個人玩的，是你要自己學，是沒有人可以教到你的，很能夠發展到你每個人的獨立思想或者你的行動。還有滑板是需要勇敢，你有跌過，你有受傷過。我和 Frankie 都我想很久沒一起踩板，真的很久即認真地有玩 tricks 啊，會有動作會跌啊，會有流汗啊，好笑啊，由零到有那個過程，你是很多東西都是憑空想像出來，你要實現到，其實個過程都幾特別，試咯，很多東西都要 keep 住試啦，不是試一次都未必得㗎嘛，可能要試很多次，撲很多次你先做到一些動作。咁你做到個動作，到我哋今日大咗，我又發現到原來我哋做生意又好，做設計又好，做任何嘢都好，你都要有一定嗰個堅持。係真係正嘅，嗰種感覺係好多年都冇試過啦。即係譬如啊，試咗好耐好耐個 kick flip， 靚到嗰下咧，個心裏邊就～滑板和十箍的關係，其實一開始就是因為有滑板才會有十箍。其實剛才我們講過這麼多東西，就是我們的滑板精神。這個滑板精神在不知不覺其實都已經滲透了我整個生命，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所有細節都好，我覺得跟滑板都已經融為一體。我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如果阿鵬這樣所說，是證明了十箍是流緊滑板的血的。去到咁多年之後，居然發現到有嗰個受眾的程度越嚟越大，所以我想我哋喜歡的嘢都真係有型嘅。梗係啦，有你喺度係咪啊？你根本都係有型啦，有你喺度啫。耶！綠元叔其實。很多潮流的牌子都集中在這裡，覺得這裡的潮流文化是有別於其他地方，雖然店鋪不是很大間小小間，但每一間店鋪都有他們自己的裝修，裡面賣的東西也都很有自己的風格。元叔這裡見到很多穿得很有型的一些朋友，唔識㗎，你喺街坐喺度睇，你見到好多人經過咧，你可以睇哇，人哋點樣著衫啊，又或者呢度個呢度呢一期興啲乜嘢啊，你可以喺旅元叔裏邊睇得到曬。潮流呢樣嘢喺亞洲嘅發源地，真係算係日本係一個最早嘅地方，佢哋將所有。真的東西，真的文化，美國很多當時的街頭文化、藝術、滑板、人，所有東西，他們將他們帶了過來日本之後，他們將他們用一個另外一個手法，將它包裝得很適合亞洲人。2002年とか3年とかぐらいじゃないかな、多分そのサブクルーが始まる前にから知ってる気がする、うん、サブクルーはもちろんスケートボードをバックボーンに持ってるけど、なんかもっとなんかストリート全体をサポートするブランド、そんなにすごい派手なわけじゃないけどすごくいい洋服を作ってる、そんなブランドな気がします。一開始的時候，我哋都唔係諗住做乜嘢潮流服裝，或者而家所講嘅潮牌。
我哋真正係做我想做我哋自己中意嘅嘢，將我哋自己喜歡嘅 culture， 我哋喜歡嘅 lifestyle， 我著衫嘅態度就呈現出嚟俾我哋自己中意嘅人著。呢個係我哋嘅初衷嚟嘅。十五年嚟，其實十姑都一路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個初心一路都冇變過。市場就當然是改變啦，十五年我想是每很短時間都不停地改變，但是你說我們自己對街頭文化或者滑板呢，其實是沒有變過的，因為我們就是做緊我們自己喜歡做的事，如果不是你永遠沒人會認到你的，我們做個十鋪出來，我們做每一樣東西都是玩的心態去做，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我們不是真的學，我們都不懂的，如果不是用一個玩或者中意的個精神去，怎可以做得到呢？即係你話有啲乜嘢工作好得過係你又中意玩，而可以將玩嗰個態度擺落去你個事業裏面，你一產生興趣，你就唔會俾時間、金錢所有嘢規限住你，你唔會覺得辛苦啦。你因為你已經揾到樂趣啊嘛。你問我哋中唔中意玩，我會話俾你聽，我日日都喺度玩緊啦。喺我嘅世界嚟講，佢啫嚇，我唔係。Always ahead， 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元素都是要做回自己的。你的感覺上是永遠帶領著潮流啦，或者向前走的意思，這個都是我們的想法的。但是我們正正就是講是想法，就不是產品。當你思維夠前的時候，你做出來的事情產品都是新的，不需要告訴人我們是潮流，潮流覺得我們是潮流的時候我們是潮流，潮流拋我們而去的時候我們是文化。所以我們有文化的基礎在這裡，或者我們忠於我們的文化，我們永遠不會被這個潮流拋開的，因為我們從來到尾都沒有想過我們是不是潮流，這個不是我們 要 care 的東西，可能是潮流 care 我們。十Cool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是兩個英文字，一個 SUB 十，其實 Submarine 即是潛水艇， Cool 是一隊人一班人，我們的精神其實一直都是講緊我們要一班人做事才行，儘管我們的品牌感覺上是由 Sam 有個 Frankie 兩個人，但是其實我們是講緊一個文化，一個文化不是兩個人的事，是一班人的事，所以我們一直都是講緊 Cool 是要一隊人去做。潛水艇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意義的，就是它是沒有地域限制，它當它在水底的時候其實可以去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當潛水艇去到任何地方的時候，就好像我們這個 subculture 一樣，我們的文化玩滑板其實我們是無分我們的地域限制，而去到任何地方當升上來的時候，大家看到大家都是玩滑板，大家都喜歡這個 culture 的時候，它都會變成一家人樣，所以我們就用了 subcool 這個名字去代表我們的精神。當年 BFD 呢粒種子種咗喺我哋心裏邊，今日我哋終於有機會開花結果，將呢粒種子散播出去，話俾其他人聽，呢一粒種子就係我哋對生活嘅態度。冇錯啊，我哋就係十姑。如果你問我最喜歡的合作， G-SHOCK 其實是我們經常合作的一個單位，我們也有做了一塊板的，是一 set 這樣出的 New Era 啦。噴這塊滑板的 artist 就是 Stash Converse 的 Chuck Taylor， 我們跟 FTC San Francisco 一個滑板店去做咯，這個就是 Steve Caballero 跟他做過那個公仔咯。
對自己的產品的執著就其實不一定是講個產品，我想是個精神上或者我們想做一件事的事情。很多品牌他們都有自己的產品，譬如 T-shirt 帽很簡單的東西，但是我們做的是我們的精神。那我們的精神是會放我們的元素，包括 graphic 設計也好，我們在我們每一件產品裡面放進去一些小的元素也好，都跟我們自己的生活有關。而我們的生活就滲了很多跟滑板或者是街頭文化有關的一些細節位裡面。所以一件 T-shirt 或者一條褲裡面，其實如果你是我們同路人的，你就會感受到一些小小的 detail。 其實個設計就是來自這裡。如果你說簡單做一件 T-shirt， 我想那個是 T-shirt， 我們做的是 culture 文化靈魂，我們要做我們自己喜歡做的事。合作的品牌其實未必一定是品牌的，可能是人，可能是一個單位，未必一定是做衣服。大家志同道合啦，首先做緊同一樣嘢啦，同埋大家個品牌裏面係有啲位置有啲 DNA 係幾相似。其實十酷個空間係可以好大啲，唔係名氣，唔係我哋第一考慮，而係佢嘅專業，亦都想推動我哋一個文化。我哋嘅文化係真嘅文化，係真係業內人士真係喜歡我哋嘅culture。的一些結合，就不是單單是純粹為了商業一個兩個聯名就去出一個產品，我 不是我們的方向。我們最近有一個很有趣 的想法，就是跟一個電子煙合作，但是他的想法是反過來叫人家不要吃煙，或者你不吃煙的就不要吃，你是吃煙的吃少一點，就是這麼有趣。你是推廣一件事，但是你的想法方法是反過來，我覺得行得很前，因為他有一個非常之好的 idea， 就是因為他不單單只是一個產品，但是他的想法是其實是想人健康，想人戒煙，但是也不是每個人都真的能夠戒到煙的。其實但是他在這件事裡面將這些人放了一個新的科技新的 function 下去，令到一些人可以吃少一點，又在不健康裡面的健康一點。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很有趣的，就是你不可能調翻轉叫人哋唔好買你自己嘅產品，但係佢喺呢個情況裏邊係向呢個方向去諗，但係係幫到好多唔同嘅人嘅，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幾新，所以同佢哋合作，我覺得係就係我嘅諗法啦。Always ahead 就唔係產品，係思維。當你思維夠前嘅時候咧，你做出嚟嘅事情咧，產品咧都係新嘅啦。